大家好，暴走三国，好身心教学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就继续玩。好，我们就玩这个暴走三国啊。这边呢，我们就对他们进行所谓的集结，回应集结，点击集结。那各位不会玩的话，前期就是按照那引导继续玩下去。嗯，其实都有教学了。获胜之后呢？你这可以做什么？哦，这边就可以做一个官职的晋升。再来呢，然后这边可以开启第二个队伍。哦，酒馆的手抽，你看这边呢抽取武将的界面，那你可以这边可以一键布阵了，这边就可以继续探索，哦，非常好玩哦，所以继续来扩大我们的这个，什么怎么讲，我们的位置这样，哦这边哦，我得到赵云呢，啊不啦马超，呵呵。这是我的那个，我差点按到十连抽欸，这就是酒馆的招募。对，他要教你升级教学。嗯，然后再要教你讨伐啦，这边就可以征讨这样。你这边就可以装备分解，然后。然后这边就继续征讨，然后你可以签到一下，然后再继续征讨，领一下战利品。队伍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继续布阵下去这样。那我们这边就继续征讨，那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新手狂欢，还有邮件有收出吗？哦，嗯哼，我得到司马懿了，哦，送很大哎，金质宝需要讲完，需要讲完就好了，这里 ，OK， 好了，就这样子了。